张可儿和谢君豪合作演出的舞台剧《但愿人长久》这日就来到总彩排，就来正式公演了。经过长时间的排练，他们两个已经有非常好的默契。谢君豪还大赞可儿的表演添。哎，越来越好。哎，哪有没有了。试过一两次，但是慢慢后来就完全没有忘了。对，我觉得信心方面是越来越好，因为我们排练的时间很够，然后最近几天我们也在这个舞台里面就是排练很多次，所以呢感受到那个舞台上的感觉之后呢，你就信心比较大一点。第一次演出舞台剧的可言压力都应该好大啦。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会有点恐怕的，但现在我觉得已经这个感觉越来越小，而且我觉得应该要把这种所谓的紧张应该要释放出来，就演好你的角色就是了。